今儿啊，哥赢钱了，要吃啥喝啥，我全包了。你说的啊，要不找几个姑娘啊？啊，走走。漂亮，小姑娘干嘛来了？有什么事就说，哥哥帮你。嗯，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九转丹。我想拿这块玉佩赌一下，可以吗？哟，这一看就是好东西啊，哪来的？不行，不能怂。哼，一手交药，一手交玉，否则我可就要走人了。哼，别急嘛，你找我算是找对人了。你要的东西啊，哥哥这儿有。一手交药，一手交玉。要要要！不对啊，这个不是九转丹的药，你拿假药。是啊，我这个叫七转丹，就是这个味儿。你自己听错了，怪谁啊？啊！骗人！人货两清，童叟无欺。小妞要是不想走的话，陪哥哥们玩会儿也行啊。